大家好，我是小耿，是一位萌新的迷你小玩家。今天小伙伴给我介绍了一个解谜地图，进来一看，本地图为坑爹地图，有点坑，不要喷。然后就祝你好运，这边还有通关秘籍。小耿像是需要通关秘籍的人吗？哼，然后偷偷的拿了出来。这真的是通关秘籍吗？只有哈哈。好吧，出发了，聪明的小脑袋就要运行起来了。这边是有种进来，那边是 go， 那就去 go 吧。墙上还有几个笑脸，萌萌哒。这边还有箭头提示，桌子太友好了，上面有个哭泣的表情，应该没事吧。哇，什么鬼，一下就没了，难道要走另一边？哇，这果然是坑人的，那只能去有种进来这边了。进去一看，全是岩浆，先挖一下，应该是骗人的。没事，大胆走过去。我的妈呀，这坐着，你这个坏人，一分钟还不到就弄死我三次了，真是坏坏哦。我跳过来了，又是这个笑脸，这个箭头感觉就不对劲呢。我跳，我的妈妈呀，又死了，每次一回来就让你看到祝你好运，真是好讨厌哦。好了，现在只能走另外一边。注意回头，什么让你回头就回头，你这个臭作者，哼，真的好气哦，坑了我还嘲讽我。赶紧走了，又掉下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下面是送死的吗？臭作者，臭臭的作者，又害得我重新来过。又是熟悉的箭头，一看箭头就知道作者干坏事，不能信，瞅一瞅先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这次学聪明了，把头伸进去瞧一瞧，果然是送死的，那只能往回走，千万别进去。我偏要进，果然是这样，哈哈，我去，又是坑，赶紧往回跑。妈妈，我想回家，这作者好坏好坏的，又得重新再来，这次又想用这些陷阱来害我，想得美。我跳，嘿嘿，总算顺利过来了，跑酷吧少年。可是这些方块根本不能跑的，不管了，试试看。果然，我真的想哭，好像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。咦，我掉下来了，居然没死，这里竟然是通关的。这作者，哼，这边又是虚空，还想骗我，往楼梯这边走。好，顺利过来了。抉择一号附近的柱子，这作者的话不能全信啊，这是一号的柱子，应该不是这里，往另一边走。果然小耿猜的没错，对了，真的吗？不敢往前走。哇，后面有石头了，堵住后路了，我又中招了。只能选择相信作者一次，往一号柱走。果然是呢，下来一看，这边又有另一条通道，那前面肯定是坑了，往这边跑，总算对了一次。看到问题，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一百等于几？这可难不倒我小耿啊！用些技巧运，一加九十九，二加九十八，三加九十七，四十九加五十一，如此类推，就有五十个一百加一个五十，那就是五千零五十，就是这里。对了，迷宫大法。轻松过来，不对，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又死了，真的不能把作者想得太简单，这个坏蛋，重新走过。还哈哈哈，哈你个大头鬼，臭作者，注意，特别注意。什么啊，一加一等于几？那肯定是二啊。三四五，没有答案啊。咦，这边有个二，应该是这里。我实在太聪明了，真的是耶。结束了，真的结束了。哇，怎么可能让你结束？好了好了，不玩了，这臭作者，这次真的结束了。作者不会装饰，就这样吧。还好你不会装饰，不然更坑。看见这两个表情了吗？这就是小耿玩完这幅地图的全部感受。小伙伴，你介绍的地图不带这么坑的。